哇！呢單嘢高手抵啊！佐敦偉晴街，對，啱收到風，係咪呢個六號呢位六在佐敦啊？就成交咗3900萬。如果想知道多啲八卦即時嘅資訊嘅時候咧，好多人方便講嘅，或者話903-6143加你一個李根興八卦商鋪資訊嘅 list， 冇得你會收到㗎啦呢啲嘢，好多嘢，總之佢公開講嘅嘢，有時啲要小心啲，你明啦。咁啊，試過呢個位六號呢個位嘅時候咧，就講緊係成交咗3900萬，點啊？9秒9賣咗，講緊係而家2022年5月25日星期今日星期三啊，下晝3:23今日我外母生日啦，全世界最好外母啊，非常好，全世界最好老婆，就自然有全世界最好嘅外母。呢個位情街超級靜噶啦，肺炎重災區，咁但係咧就 OK 嘅。呢個位點解咧都黐住呢個佐敦道，唔好嘅地方咧前面有單車位，電單車位，電單車位比較難搞啲，但係就問題係平，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啦。45尺面，48尺深，咁啊入邊就窄咗少少嘅，咁但係就偉晴街，讀啲基本資料聽先。呢、這個就偉晴街14至42號嘅地下1至3號鋪，門闊咧就大概45尺，深就大概48尺咁啦。建築面積就2800尺左右啦。六在區區，呢、這個就係六在佐敦啦。呢一間就原本業主81年嘅時候1050萬買嚟嘅 partial transaction， 咁就買一落落嚟咧，邊個打邊個我都搞唔清楚。總之就係呢嚿嘢做業主揸咗好多年啦。咁呢度偉晴街睇到好靜嘅，偉晴街好靜，好靜好靜。咁啊出到外面咧就佐敦道，咁啊右手邊咧就係呢個高鐵位，帶你出去睇睇。出到嚟佐敦道咧就另一個世界噶啦，佐敦道就旺好多嘅。咁左邊嘅方向嘅時候就講緊彌敦道啦，去翻個市中心啦。右手邊方向啦，呢度有個咧就高鐵嘅位，一入去穿過嚟就高鐵啦。道理上咧，高鐵如果冇封道嘅時候咧就好旺嘅呢個位。咁呢度咧行一望入去就呢、這個六在區區底啊，呢、這個點啊，就係所以呢、這個望睇睇。呢度咧望翻過去啦，咁啊依家租金咧就講緊95000元，2.9厘回報。我諗而家租約低嘅。即係呢一排嘅時候，你知啦，嗰個嘅租約喺佐敦全部都係重災區嚟噶啦。但係咧，租金要彈翻上去嘅時候，10幾萬好容易嘅呢啲位。咁啊，算靚靚靚鋪，而家就靜啲。咁啊，偉晴街一聽到大部分人都擰住面走啦，俾我9分位佢，5分40分超平一分片咯，9分呢個靚鋪，呢、這個靚鋪，買家係高手，見到啦就嘛。嚇，各位買家，想知道八卦資訊，或者話903-6143加你嗰個李根興上鋪嘅八卦堅堅流流嘅資訊咧。Thank you。